本集我们要来介绍金山超好吃的小卷小火锅，还有第一集天籁温泉饭店没有拍到的更多漏网的镜头还有活动哦。而本集影片下面也有放第一集的连结，你们大家可以去观看。这是海陆双翔，我是看起来很好吃的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很爱抢镜头，我们现在在那个金山老街，金山这边就是海产特别丰盛，刚看到就被他的那个他的锅给吸引，他的照片，我们进来里面吃吃看，吃吃看，等一下来看我们吃，再给他评价好不好？看起来应该是不错，看起来应该不错。对，我们点的一个是肉哈海鲜锅，然后是点牛哈，牛哈就是肉哈，可能就是猪肉片跟那个蛤蟆，对，今天是牛肉片跟蛤蟆，对。它另外还有一个痛风锅，看起来也很丰富，就是有很多虾子，也有螃蟹，对，然后肉那一些，期待一下。这是什么牛蛤、啊？对，手工面。粉干啊！先把蛤蟆给我。没有。谢谢。这是汤是吧？肉，是猪肉。猪肉片。我来喝一下汤。好，谢谢。很鲜诶，还不错。好喝。不错。这是它的蛤蟆。肉很厚，它肉很厚，它蛤蟆肉，这是一块它的肉，那肉片也不会太差，汤头比较重要，汤头真的好喝，因为它都是海鲜呐，就会很甜，蛤蟆给的蛮多的，超好吃，蛤蟆是偏小颗吗？偏小颗，偏小颗，小颗。它虽然小颗，但是蛤蟆对肉还蛮厚的。吃它的面，还是不要，这是手工面。一个面，它的面应该是像官庙面那一种。哦，是哦。对啊。他说是手工面。对啊，手工的官庙面，因为我们家里也有让官庙面，就是水煮煮起来的。对啊。这是什么小卷？好鲜哦。超好吃的，那我觉得应该要选那个都是海鲜小卷啊，蛤蟆那种。超好吃哦，看起来就很赞。不会辣，就是辣粉的，很鲜耶。觉得你们来啊，直接点他的小卷跟蛤蟆就好了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是点这小卷。他小卷好好吃哦。小卷超好吃的。这个很好。结果我们又另外叫了一盘，这个很好吃。100块。100块七只。这个真的好好吃哦。它是小卷，它好好吃哦，真的超好吃，压住。它小卷超好吃，这样。在台北吃就好像没有那么，对，它真的新鲜，好鲜甜，好鲜甜，好甜的，没有加的吗？他应该最喜欢吃的是手工面，是不是？续碗，那很好吃。这是他第二锅面，超会吃。推荐要吃这个小卷，看起来就赞。我觉得下次可以来吃这个痛风锅，看起来也厉害啊。痛风锅了，观众来的话来吃这个。我们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好好吃哦，好吃。对，没有踩到雷，没有，很厉害，没有超强。我们是美食雷达，想要吃美食就跟着我们就对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地址。金包里街，旁边是娃娃机，没有，那娃娃机可能会随时改变。好了，我们要去天籁了。
温泉设施还有房间介绍都放在第一集哦，就在影片下面的连结。二房天籁，我们这一次房型好像是亲子家庭房，上次是和风，那如果你要看我们开箱那个和风家庭房的话，对啊，就是看另外一篇，看另外一集，放在这边，这里它的广场。好了，上次好像没有拍那个健身房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健身房，跑步机，好，飞轮。可是跑步机也比我们家小很多。我觉得这个它东西看起来都还算蛮新的感觉，就是没有旧旧脏脏的。有在维护还不错，好，我们去 check in 吧。我们上次吃他们的buffet晚餐，然后今天是吃他们的另外一家是西餐厅，不知道口味如何，好不好吃？我觉得buffet如果做的还不错，西餐应该也不会做太差吧？应该是不会太差了，就看一下有一些不一样的餐点，就晚一点看一下我们吃吧。我们去可以。您的订房大名。我们这次是亲子家庭房，可以啊。中的房间。那你们有别的房型可以换吗？你想要哪一种呢？因为我们住过一样的房型。不过今天亲子的房型都已经都没了。都没了。好像是一样的房型。是啊。对，今天是寿星的吗？对啊。谢谢。刚去可以印完，然后现在就先进来这边玩。然后这个水池啊，它有点温度，就是不会冷。不玩，应该大概水温应该也有34度、35度，应该有吧？就是不会凉，就是这个池。他把我的屁股冲烂。你要？等一下哦，他等一下哦。妈妈真的，妈为什么滑水道都可以滑那么慢呢、啊？我了，我们现在在一馆的户外泳池，这边叫四季泳池。妈咪说了，这边游一下。我觉得我们等一下进去。房间应该可以不用开，看一下应该都一样吧。没有。情不自禁的就想踢水。至少这一期拍到的东西跟另外一期天籁的东西还蛮不一样。我们刚玩完了，现在要进房间，看一下房间是房间不知道长怎么样。Hello， 这一间哦。跟上次住的一模一样。啊，对呀，跟上次一样。好了，这个不用开箱了，看我们晚餐吧。姐娘，你要介绍一下吗？这一次有点不一样的东西。草本养生饮，这是他们，就是都会自创一些他们的品牌。对啊，是是天籁，然后就是草本养生茶，然后还有这个是樱花莓果茶，感觉好像很不错。嗯，好像还不错，等一下可以泡来喝喝看。感觉就是泡完会很放松的感觉。我们上次来是没有，对，上次来应该是没有。上次还没有，对啊，因为这个包装，这个包装就是没有印象。
上次就没看过。上次是也是绿挂的咖啡，但是没有这么漂亮。嗯，现在要去看一下他给我们的手工 DIY 是什么，然后去吃个下午茶。对，反正这次就是至少内容跟上次要不一样，换房间一样，整个笑呀。对啊，我们以为房间是不一样。没有，对他们本来是说我们应该是可以升级到亲子家庭房。哦，对，因为这个装潢，对，我们太晚到，可能太晚到，对，好吧，算了，因为我们晚到也是去吃了好吃的海鲜，那叫什么？算小火锅，对，海鲜锅啦，对，海鲜锅，对啊，很好吃的，好，走吧，走吧，走，嗯，刮刮脆，好美，这是什么？我们现在逛到好市集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有看到好玩的东西，地瓜酒。但它不能试喝啊！试喝如何？欢喜酒，人生9:30。哎，他们天代其实很多自有的产品，就是跟在地小农合作。对啊。这个，哦，这是湿纸巾，好，没事。他们拖鞋也有卖，这我们房内拖鞋就长这样，都还蛮有质感的。有买这个，这应该很便宜。好了，我们去领 DIY 赠品吧。然后带走的话，要回去的时候要帮我买那个保丽龙胶。哦。OK， 这个是手机架。对，很可爱。那它这个是磨砂棒，如果旁边边边角角比较粗的话，就把它磨平就可以。嗯，那你要不要用手机拍？有，我已经拍了。嗨，谢谢。它这有地瓜凉面呢，地瓜凉面。地瓜凉面。对，地瓜凉面。哇，这个法油有够香的。我看，哦，真的很香。你说这个墨鱼炸鸡？对，还蛮厉害的感觉。它好市集的东西也不错。哦，新兵营在这边，这是我们可以换的。饭店有送那个新兵营的兑换券给我们。好，我们现在在看啤酒，感觉很不错哎。好，他说1瓶220，2瓶330，2瓶330，所以要买2瓶，一人一瓶。然后我们大家就。等一下就把它喝了，立马开来喝喝看。那你把鸡茸跟草茎拿出来看一下。我们先看这个。啊？它有用台湾土生土长的蜂蜜。蜂蜜。就是土蜂蜜体积较小，所以就是每一滴就是会有淡淡的那个蜜香，就是很珍贵的意思。土蜂蜜就是很小那一种。哦。这种应该也是就是偏就是香气偏的那种草茎什么。那要选2瓶啊，华尔果香的，来酒。对，100元整理这些东西。买了直接喝，野柳。这个是基隆。Cheers。直接喝，按米摸。你要什么表情？很妙的味道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龙眼蜜，有一个龙眼的味道。龙眼干的味道。对。烟熏龙眼干。对。是不是？烟熏龙眼干的啤酒。那你这个？果香啊。这明明就是我要喝的。你自己挑，这是你自己挑。我说我要果香。啊！我喝，我喝，我喝。奇怪，好，我们现在回去了。好吧。先回去房间，慢慢喝，来聊一下人生。聊一下人。喝了。好特别的味道。这个好喝，这个是很特别的味道，但是也不难喝了。你就好好的品尝一下吧，你们。这喝下去顶多就微醺而已。微醺一点点。可以煮蛋吗？
100块四颗蛋，我们买四颗蛋。哎，他这个地瓜是不是？地瓜已经卖完了。啊，卖完了。啊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明天应该会有啊，有什么案子就会煮。哦。要放15分钟。前面先预热一下，那再放到。哎，小心拿，小心拿。这样吗？对。手要很热。我们现在要去煮温泉蛋喽。先在前面放。这里吧。先在前面预热。预热哦，小心不要烫到。两个人煮蛋哦，然后等一下再放煮蛋池。好了，过来预热那个煮蛋池吧，拿过来放下去。这是第一次煮温泉蛋哦。他们两个破了、啊，我的榴弹煮破了，太假了，没有失败了，只是会比较，不是蛋白会变比较少，所以要在预热时间预热。对啊，他们刚预热啦，但其实要预热久一点才不会破。对啊，因为温度比较，温差不会太大。他刚两个就急着那个啊，急着去煮蛋。对。预热才2分钟，真笑哎！因为我才录2分钟，好没耐心哦。这几分钟预热几分钟？预热个5分钟吧。啊？你的啤酒拿过来，我要喝。真笑！快给我喝完！我们如果想吃溏心蛋。就不要煮太久，所以我现在可以拿起来了，放回去那边。看你刚刚有计时，有已经煮了12分钟了，那应该可以。好，赶快拿起来，放回那个池。要溏心蛋，不要太久的话，就是溏心蛋。好，我们等一下看有没有成功哦，看溏心蛋有没有成功。它吃起来会有硫磺味吗？这怎么可能会有硫磺味？它现在是硫磺。头发为什么不绑起来？头发绑起来，要拿起来了。这样子可以吗？懂事的老婆啊，懂事的老婆。什么叫懂事的老婆？懂事的女友很红嘛。你说绑起来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好了，我拿。来吃蛋哦，看我们蛋有没有成功哦。怎么样？有成功吗？有。哦，我来拍一下，拍一下。有哎。哎，这露出啊！哦，这个看起来也很成功哎。来，咬下去看看命吧。小心，慢慢咬，拿好。咬，我帮你拿。嗯，难烫，但很好吃。哦，好好吃的感觉哦。哇！里面11点才对。整个咬掉吧你。太烫。他们两个都在一直盯着我的蛋，是怎么回事？一直问我说：“你有要吃吗？”哦，很漂亮哎、欸！我们自己煮可以用这样子煮吗？你看很好剥哎、欸。我们吃完蛋就外面这边有足球场。妈咪穿这样踢球队吗？天籁真的是在北部算是一个非常棒的度假村，就是它泳池也有，然后温泉也有，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做其他活动的场地，真的算还不错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。哦，今天的晚餐是在蓝雀阁。我要看哦。是说今天房间没有开箱，那如果你们要看这个开箱房间的话，天籁的房间就是去看我们另外一集，在我脸上，在脸上，照脸上这个图片，然后连接就在这边，在这个位置。这个是
扇贝苹果，扇贝苹果塔塔酱，吃这个。它只有来两个，等一下说。好吃。南瓜它扔下一个，然后这个可以用来沾这个吃。它这是罗勒叶，它的面包。面包应该不错，因为他们自己就会做面包。它南瓜汤就是没有多调味，加一点罗勒叶就这样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蛮好喝的。对啊，就是没有很复杂。就是南瓜鲜虾佐南瓜酱意大利面。等一下我先去跟他拿小碗，你们现在不要这样吃。吃啊。它是有起司，一个人有两虾、芦笋，然后下面是南瓜酱。他能吃沙拉，沙拉看起来不错哦。对，它的那个沙拉酱温温的，有点温度。沙拉布，这是海陆双翔，我是看起来很好吃哎，鸡腿，需要面吗？我不需要面。哪有？不错，简单，没有过多的调味，很好。带皮的最好。真的没有什么过多的调味，不过那个皮外面应该是有抹一点迷迭香，不错。我的。牛排也来了，我的牛排，它这个是盐，这是竹炭盐，我第一次看过。好吃就好，吃。给它牛肉，这样味道就很棒。吃原味就很棒。沾点这个盐。好。我先带他去买绿茶。栗子虾。好像起司的味道比较没这么浓，是不是不想要尝到虾子的甜味？那个番茄有烤过，很好吃。你吃完了。吃完了，东西也不错了。好了，简单的套餐呢，就是一个人大概五六百块就可以吃很饱。你有把费，把费也比较贵。把费比较贵，没有啦，加套餐大概六七百吧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要继续去泡汤了。继续泡汤。各位观众早安，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了。希望天籁的早餐应该是会有点变化的，因为我们上次来吃它的早餐就还不错吃，但是季节如果不同的话，可能菜色会有点变化。好吧，我们现在走吧 ，Go Go Go！ 好，香蕉、火龙果、西瓜、地瓜冷面。地瓜冷面。这昨天在好市集要一盘120，红梨卖烟熏鸡胸，看起来不错哦。鲜笋沙拉，跟杏鲍菇，各式起司哦。荷包蛋，经过馅饼，地瓜冷面。你要帮他擦，可以帮我们的笋子，可以帮我们擦一下吗？谢谢，不好意思。这个好好吃哦，笋子好好吃。然后这地瓜冷面还没吃，试试看。
稍微拌一下，因为那胡麻酱跟和风酱在一起，地瓜冷面。它的面很软，然后有甜甜的地瓜味，好。这个笋子一样，地瓜冷面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很特别哦。它面体是有点甜甜的，嗯，对啊，很棒。我觉得不好吃。有拿了地瓜馒头，金山地瓜。这个有薯条。哎，金山地瓜没有输那个云林的地瓜。对啊，这边地瓜很好吃哎。所以我昨天看到方酒饼，我还问你说要不要吃吃看。但是因为我们饼干实在太多了，想要算了不要买。我们那时候去泰国买了超多的零食，到时候再拍一个泰国零食开箱。那你要不要先喝养乐多？这蛮多很好吃哎，觉得他们都用当地的一些食材来做他们的料理，我觉得很棒。低温烤鸡也看起来不错吃，还可以。是哦，我帮他夹一块。吃一下低温烤鸡，低温烤鸡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它那个盖子料理的那个食材盖子被打开，所以变得有点干，不然其实应该盖起来的话应该会比较湿润，可是味道是好的。咸豆浆，好久没吃咸豆浆，今天又是素颜上阵，反正已经素颜多次了。哇，好像如何？还不错啦，可是我觉得我豆浆加太少。哦，所以比较重口味一点，那就加一点点豆浆。嗯，这是它的肉燥汤面，有加一点他们天籁自制的那个葱蒜酱。先喝一下它的汤，哇，汤都很棒，那汤都很棒哎，嗯，继续吃。好了，我们吃完早餐了，它早餐也是有些变化，觉得还不错，学校早餐还不错，没有一成不变。蛮丰盛的，用那些金山的地瓜做，我觉得在地的食材，嗯，很棒。我们等一下还要再玩一下水，然后就要离开了。每次来都觉得很棒，对，都永远玩不够，对，永远泡不够，对，永远泡不够。更多的温泉影片还有设施介绍在另外第一集里面，下方的影片说明有连结哦。我们要离开，要离开了，救命。小孩子下次还要再来吗？下次还要再来，下次还要再来吗？下次还要再来吗？他们玩到完全没电，两个都玩到完全没电，笑死，好了，我们要离开天籁了，还是很好玩，我们还是有机会还是会再来。这里的风景实在是太漂亮了。对啊，这边风景真的很漂亮，就是我觉得来这就是有一种回出国的感觉，很放松，度假，而且就北部很近。如果你们有像这种饭店的话，就这种度假饭店的话，在北部的话可以推荐一下，我们也想来去体验一下。好了，没电了，没电了。好，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你的小铃铛。拜拜。